作为超级，我不同意把实验室建在中国。这个项目必须拿回中国去做实验。老板，上光合硅末了。我一定要把文件偷回来。我们是越南的 MBA。您是007，我是006。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是什么侵略，它是实实在在的互利互惠，